小川，谢谢你把我当朋友。我们当然是好朋友了，我们不但是好朋友，以后啊还会是商业上最好的合作伙伴呢。如果这次宏远能够成功上市，那就是行业里的龙头大鳄了。倪商注入宏远，不但是搭上了这艘大船，还会给宏远带去想象不到的活力，这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是双赢。嗯，那我们一起努力吧。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嗯，那你路上小心啊。好，拜拜。拜拜。跟闺中密友聊了两句，心里舒服了。你怎么跟踪我？对，不好意思，但我觉得时候到了。什么时候？你这脑子里到底想什么呢？我想什么都是为了倪商好，生存之道，你知道吗？徐总要出国考察了。是啊，所以这次是于小川代表宏远来跟我们谈合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嗯，哦，不是，我是说于小川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他这个人也很好。你也这么想？对。哎，你去哪儿？我要回家了。我们散散步，然后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哎呦，我累了。我也累了，但这个地方必须去。阿南今天如果在，也会很高兴的。我也很想他。可惜，我没有机会再给他办一个这样的生日晚会。我甚至没来得及跟他好好说说话。你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候，阿南跟你说过些什么吗？也没说什么，就是说缘分到了，让我走。另外就是担心你，怕你有一天会倒下。哦，对了，你最后的薪水跟你结了吗？
结了，还送了我一包礼物。什么礼物？一包纪念品。啊，其实，楠姐那个时候已经想好离开你了。另外，她也觉得很对不住你，想让自己静一静。美丽的寿星，切蛋糕。阿南没有看错你，你真的很优秀，所以我敢保证，倪尚在你的手下一定会发展得很好。我们是两个人啊，这盘留给南姐。盖涛，你把天河的债还了吧。不着急吧？南姐一定盼着这一天。是。美双，谢谢你。阿南没有白信任你，可是他已经走了。你真的那么在意他的想法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什么事儿？我困死了，能不能明天再说？是这样啊，宏远的摊子太大了，如果真接了国外的订单，那么国内的精力和财力就没有那么大了，知道吗？现在我们有个机会，你呢去找于小川谈一下，具体的我跟你说。最好是在于小川个人的权限内就好。啊，你看着处理吧。小川，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哎，最近公司的人力财力都有点浪费，我想你们公司的业务比较大，给我们派点活吧。我们都安排好了。不瞒你说，最近公司业务真的不太好，很多人都跳走了，我怕这样下去可能要萎缩。是这样啊，我的资金确实很紧张，无论如何请你帮帮忙。美霜，我可能帮不了你的公司，但是我能帮到你。帮我就等于帮我的公司啊。啊，是这样的，年达公司当初上市的时候送了一批原始股给我们，这些钱是会翻倍的。我们公司啊现在的确有点资金紧张，我想卖掉一半，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卖给你。不过我不知道年达什么时候会上市，可能会两年或者三年。我买。不急的，一个月之内都可以，不过要保命。放心吧，走了。老许这次放手于小川做，其实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我总觉得一个规定性的程序是检验不出一个决策者的真正水准的。于小川他需要这种时间。盖涛，你别想入非非了。宏远是一个成熟的公司，他有自己完备的机制，哪里是于小川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但是我想看一下这个于小川的能力。他这几年的成绩有目共睹啊。你信吗？如果你跟于小川赛跑，第一个到终点的一定是你。为什么？结果永远是未知的。于小川之所以做得不错，
是因为他身后有个徐董事长，不然他早摔倒了。那我的身后也有你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其实一年前我就不再对你进行具体的指导了，基本上是你一个人操作，而你做得非常好，有时比我想象的要好。盖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蚂蚁吃大象啊。蚂蚁不可能吃大象。能吃。它的过程是这样的，蚂蚁通过大象的鼻子钻进大象的脑袋里面去，大脑乱了，系统就乱了，只要系统一乱，千军万马齐上，大象很快就被吃掉了。盖涛，伤害于小川的事儿我可不会做。不是伤害，再说你是总经理，我只是提个建议嘛。这个蚂蚁吃大象这只是一个比方，另外吃掉的含义也不是消灭，是融合。怎么融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盖涛，我警告你，别的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是如果你伤害于小川，我饶不了你。那我要是做了，我开除你。可是我们毕竟一起共同奋斗了三年，我们是作为合作伙伴也行，或者是我作为你的兄长也行，或者现在我作为你的属下也罢，总而言之。好了，盖涛什么时候也会啰嗦了。喂，小川啊，怎么有好消息吗？梅霜啊，是这样的，我和盖涛已经正式开始合作了，可是现在给年达的广告创意实现，盖涛要请国内的巨星。他说制作团队也是要一线的人员，包括成像技术，可这费用高达2000多万，这让我很为难。其实对于年达这样的公司，2000多万的广告是必要的，他们回款很快。其实广告创意是最难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认可，那盖涛的这个实现能力应该没有问题。反正我也绝对信心。你也应该了解啊。我已经认可了盖涛的能力了，可现在……现在是资金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很紧张的。你知道国际合作是不能有一点误差的。我之所以卖掉年达的原始股，也是为了充分保证我们这个订单啊。而盖涛要借3000万，说是10天内闭环，我心里没底，还是挺担心的。这样啊，那你等等吧，我打个电话问一下。那好吧，美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一天不能差，一个小时都不能差。我不太了解盖涛，可是我只相信你。你一定要有200%的把握，不然我不能这么做。好，但是。你要明白，年达确实是很重要的公司啊。正因为知道，我才矛盾吗？美霜啊，要是你在就好了。行，那我半个小时以后给你打过去啊。好吧。你为什么要怀疑我呢？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对，于小川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当然是出于对你的信任了。这点我非常明白。这次年达公司的业务如果办成了，我们只是小头啊。资金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口碑嘛，这是无形的资产，是非常巨大的。这次完全是双赢，真正的双赢。于小川，他还是太柔弱了。我可以保证。一定让宏远公司在这次交易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投入的资金可以加倍的回报，最低是1倍。我可以保证，放心吧。
小姐，您的汇款500万呢，我先下去了啊。美霜，这是肖丽让我给你的，她说这是你该得的，你一定要收下，这样她才心安。你收下，她和你这一生的恩怨就了了，希望来生还能做好朋友。梁京东。向小姐，有人来找你。美霜，哎，快坐。盖涛是天河的老总啊。是啊，其实霓裳是他帮我办的，我没这么大的本事。天河的破产导致他不能够站到台上，他自己也不想了。如果这次我们能够合作成功的话，那么一年内盖涛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他也就可以重新开始了。他真的很想和你们合作，你帮帮他也算是帮我。和你说句实话，所有的方案其实都是盖涛做的，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已。盖涛的能力真的很强。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他呢？我也说不清我们的关系，不过你放心，不是男女关系。我现在的心很静，潘君，我可能等不到他的人，但是我必须要等到他的消息和一个结果。你真是这么想的？小川，我现在明白了，我真的很爱潘君，他也是我真正值得爱的人。美霜，潘君一定会回来的，相信我。谢谢小陈。对了，我未婚夫追的婚期呢，我已经答应他了，等霓裳和宏远合作成功，我们俩就举办婚礼，一个特别隆重的婚礼。真的，祝贺你。那你无论到哪儿一定要回来。一定。啊，对了，上次年大冤事故的事儿，我想了想，决定要投500万。500万啊？怎么不行吗？行，只是我没想到你会投这么多。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你们霓裳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紧张嘛。东哥说这钱是肖丽给我的。其实我也不是给自己投，我是欠南姐的。走之前这事儿能办吗？能。美霜，我走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吧。我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适合我了，请不要找我，我会好好的。小川，师傅，麻烦你快点。办不成的话，你跟我说，一定有人能办成。我，那好，那我等你消息。
回事儿？我给于小川的礼物，结婚礼物怎么会在这儿啊？啊，那个于小川离开宏远公司了。什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宏远公司失去国际知名企业广告订单。怎么回事儿？说话呀！嗯，我马上要去延达谈一下业务，我们晚上再说好吗？徐董事长。我来找于小川，他人呢？走了，辞职了。由于他的情形和错误，使宏远国际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怎么回事啊？严大的广告谈成了，很成功啊。难道倪尚没有还款？不可能。这件事我在你应该放心啊。完了，连本带利，而且比预先设定的要高，只是拖了三天，就是这三天使我们宏远国际合作失去了信誉，失去了订单。而盖涛呢，正在通过年达这个平台争取取代宏远。不可能，盖涛他跟我保证过，绝对不可能。够了，够了，向美霜，我从来就没有看错你啊，戏演得真好。有一阵子在小川的影响下，我几乎都要相信你，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果然不出所料，就是我出去的这些天，小川还是让你和盖涛利用了，高，实在是高。我是哑巴吃黄连。小川，他应该给我来个电话。被你说得出口，啊，还要他电话？小川就是再单纯，他也知道这是你和盖涛一起给他设的陷阱。他伤心了，失望了。就是这样，他还不愿意恨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向文双。小川是怎么对你的，我是看在眼里啊！你的心难道不是肉长的？对这样一个纯洁善良的姑娘，你告诉我，你对她下刀子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你还说你没有？你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我是可以原谅小川的。相信这件事情对他也是个最好的教育，但是他自己无法面对这一切。他说，他不太适合于做生意。我大哥的死本来对他刺激就很大，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他更加不能接受了。他想退出商界。他走了，他去和他老公结婚了，并且准备在他的老公家乡生活下来。他本来就对赚钱没有兴趣，他只想过安宁的生活，你懂吗？你能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吗？你走吧，本来我就一直不愿意和你打交道，是小川一再坚持我才这么做的。可是到了，还是应了我的担心啊！真的不是这样的。就这样吧，走，走啊！
来来，美霜。怎么，你已经开始和你的男人谈业务了？合作成功嘛，总要庆祝一下，让大家喝喝酒、唱唱歌，放松一下。你就是个骗子。是我算的，也是我干的。我还告诉你，我从一开始就想让霓裳从客人转换成主人，这项工作现在还在进行，而且很顺利。是和王佐学的吗？王佐背后的人是我的老师。你承认你是故意的？我必须这么做。你为什么骗我？你干嘛欺骗我？你说，苏叔。没说。如果你觉得受到欺骗了，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想让霓裳发展，是我们要成功，必须这么做。现在是机不可失。曾雨欣怎么对于小春？他有什么错？可我跟你说。你回答我。听我说。没事，不错。我曾私下找过于小川，想对他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吧，但他拒绝了。没事，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去伤害你，我只是想让霓裳发展，让霓裳成功。我们是合作者吗？你说呢？回答我，伪君子。如果你愿意，我们还是合作者。你既然想听，我就成全你。把天河的债还了吧。来了。谁呀？ 你好，我是物业的老黄。什么事儿？有人要找向小姐，怕太晚了吓着她。向小姐去吃饭了，是谁呀？你就说她姓潘。她要出差了，出完差她就回来看向小姐。哦，我知道了，谢谢啊。不客气。除你以外，我可以信任的第二个女人，和她的眼睛对视时，我感到了内心从未有过的震撼。同时，我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小人之心而深深的自责。我起了。哎呦，你可醒了，你睡了三天三夜呢，多亏盖总啊，请医生来给你输液。海涛，是啊，我想喝粥，早就准备好了。啊，听说现在霓裳公司可了不得了，到底怎么了不得？和我说说呗。这几天有我电话吗？好多人找你呢，我说你回老家有点事儿。哦，还有一个姓潘的来找过你。姓潘的，长什么模样？那天太晚了，是物业的老黄带的话。那人说怕太晚了吓着你，他要出差，等出完了差呢再过来看你。我认识的熟人里有几个姓潘的？好像有两三个吧。我去给你端粥去啊。
各位观众大家好，作为飞天集团广告公司总经理向美霜，我们惊讶地发现上天把如此的美貌和才干同时赐给了一个女人。那么我们现在就来问问向美霜小姐，请问您是如何处理繁忙的工作与您的爱情生活呢？其实在感情上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也不是很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赵厅长您好，这撒了一年的网终于要收口了。就等下个月他们交易了，现在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休息。我也是人啊。白娟啊，你和向美霜一直没有见面？刚见面，在电视上。真要是跑了我也没办法呀。想，怎么能不想？我回国接受了这个任务，路过过一次，可是他不在。后来任务重大，时间紧，我想等任务结束了再去看他，没想到一年多就这么过去了。他现在很火，我有些担心，通个话还是必要的，不然他要坚持不下去呢。可这口气儿不能散呀，反正已经三年了，现在只是再加上一年半，快了，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这次休整期你正好把这个事情办了，还有经过查考和讨论，对你调任公安局副局长的任命已经通过颁发了，祝贺你。谢谢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我一定会尽到一个公安局副局长的责任。上一枚戒指，为何那人不是我？难道我只能和你梦中婚礼，钟声敲响，你可能听得见？写上第一首歌，那个人是我被你遗忘的人，就算我只能唱给夜空的星星，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听得见。时光流走，坚持为你守候，计算每分每秒每一刻都为你活，我不怕岁月刻上你额头，哪怕是末日我们也一起跟世界告别，紧紧拥抱是你挡风遮雨永恒的城堡，我情愿用生命换你微笑，最后星星会将一场那首歌谣。